Oh no!在锦州市农村呢，发现了一家啊，开了30多年的小平房饭馆，探探看到底咋回事儿。他家小菜的价格啊，太亲民了，菜单啊都包浆了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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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他家后厨的门帘啊也包浆了，满满的年代感呐、啊，太符合大众口味了。他家的散漏啊才6块钱一杯，不远不厌才50度，正合我的口味。老板娘太漂亮了，他家呀还有大扎皮呀、啊，大扎皮才10块钱一杯，哇凉啊兄弟们呐，太好了！老板娘太漂亮了，他家的大扎皮也是哇凉啊兄弟们呐，酒鬼夫人太符合大众口味了，我太得意了。凉拌猪耳朵下9明菜，这点猪耳朵给你拌的有红丝板的。锦州名吃炸茄盒能不香吗兄弟们呢，看着就有食欲，看着就有口感呢、啊哦、锦州名吃渤海湾名吃酱浪味，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老板娘太漂亮了，安排我的造型怎么样，我的表演怎么样，我的造型与表演呢、啊、锦州市大爷孩子都得意我呀。兄弟们，4个小菜上齐了，万兔碎凤，废话不多说，开灶。Later。凉拌猪耳朵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老少皆宜呀、啊，我太得意了。下酒名菜凉拌猪耳朵，这嘴猪耳朵真香啊，我是不撒谎啊。点的感谢1000米了，又挑弹幕哥了。我专看苍蝇馆人喝散酒，这叫散搂人挂杯呀兄弟们呐，我太得意了。锦州名吃炸茄盒这道菜啊，是老少皆宜呀、啊，炸茄盒一等、哦、吃炸茄盒啊，我必须给他蘸点椒盐啊，太符合大众口味了。我的吃相怎么样，我的表演怎么样，我的吃相啊太亲民了。老板娘太漂亮了、啊、真香，茄盒真香啊兄弟们呐，炸的外酥里嫩呐，太亲民了，太符合大众口味了。炸茄盒啊能不香吗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，哥哥呀呲牙咧嘴频频点头啊，造美了，又挑弹幕哥了。他家的大扎皮呀、啊，这一大缸子才10块钱，哇凉啊兄弟们呐、啊，我是不撒谎啊。老板娘太漂亮了。他家还有特色菜锦州名吃酱浪味，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酱浪味这道菜啊真鲜呐、啊、兄弟们呐、啊、酒鬼夫人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浪味鱼真鲜呢、啊、兄弟们呢、啊，二本鱼真鲜呢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，哥哥呀又挑弹幕哥了，太好了。凉拌猪耳朵这道菜啊是老少皆宜呀、啊、大人孩子都得意。凉拌猪耳朵继续进嘴，哥哥呀这小头点的都能申遗了，老板娘才32岁，体型太优美了。凉拌猪耳朵这道菜啊是又下酒又下饭啊，老少皆宜，太好了。家乡存粮散漏着聚进嘴，这叫散漏着挂杯呀、啊这小茄子给你炸的外酥里嫩呐、啊、好喜欢。炸茄盒这道菜啊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您吃过炸茄盒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。老百姓啊吃就得吃这样的馆子，亲民接地气。您吃过这3道菜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。白加皮，皮加白，今儿个哥哥连吃带喝啊，可开斋了。好了，本期的美食就拍到这儿。喜欢炒饭的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。对今天的农村餐馆子有啥评价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。也欢迎您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。一了。拜拜，一定评论留言哦，我会逐条的回复，太亲民了。
老板娘体型太优美了，